小时候，家就像是一个温暖的窝，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成长。年轻的时候，家是支持我们追求自由、实现梦想的力量。阿英啊，过了，终于过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坐飞机去旅行了。好，来来，咱即马要去吧，哦，一二三。渐渐长大，看过了世事无常、阴晴圆缺，经历过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才发现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，永远忘不了的地方。大爱年度剧展